采薇翁名鼎阁，干戈风起，榆林流之声，聚众数万。江南堵，忽一肥男子一山门，必一路妇，请见宾主。流言入于语，大悦之，问其姓字，自号采薇翁。流流参为我，赠一刀。翁言：我自有利兵，无需矛戟。问兵所在，翁乃履衣路妇，其大可容机字，忍气鼓之。胡其中塞夫赤然，徒出见夫，握而抽之，白刃如霜。刘大惊，问知此乎？笑指父曰：此吾乎也，何所不有？命取公使，又如前状，出雕公衣，运一碧席，则亦是非堕，其出不穷。一而见插其中，既都不见，留神之，与同寝处，尽力身北。时营中号令虽严，而无何之群，时出票略。翁曰：兵贵纪律，精统数万之众，而不能震慑人心，此败亡之道也。刘喜之，于是纠察卒伍，有猎取妇女财物者，销以示众。军中稍促，而终不能决。翁不时胜马出，刀流不武之间，而军中悍将骄卒，折手自获地，不知其何因。因共一翁，前进延迟之策，兵士以为乐之。至此欲向汉越，诸部领将于刘曰：采薇翁，妖术也，自古名将，执文以智，不文以术。浮云白雀之徒，终至灭亡。今无辜将士，往往自失其手，人情雄举，将军与处，亦未道也，不如图之。刘从其言，谋刺其庆，诛之。使称翁，翁坦腹方卧，喜如雷，众大喜，以兵绕射，两人持刀柱，断其头，即举刀，头已复合，喜如骨，大惊，又啄其腹，腹裂无血，其众割毛三具，尽露其影，众亦骇，不敢进。姚波已硕，而烟雾大发，射中数人，众惊散，白流，流及一只，以咬以。